马鞍山一个商场朝早发生工业意外，六个工人被一块突然爆裂的玻璃割伤。救护员到场之后，即场为啲工人包扎，部分人的手部被割伤，需要送院治理。现场一间商铺的门口就留低大量的玻璃碎片，警员要封锁现场调查。现场消息话，呢一间商店正进行搬迁，有工人将一块6尺乘8尺的玻璃放喺地面嘅时候，块玻璃突然爆裂。